上扶梯的时候，我看了一下有一个男的下来，然后我下意识的就没有太注意，我就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机，然后那个男的下来以后呢，就走到我的旁边，突然一下用手就非礼了我的胸部。是因为忽视了，我就上楼梯来了一个短信，我就看了一下短信，结果就发现这样的一个事情了。我觉得女孩子真的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，真的要特别的强，因为我们真的表现出特别弱，才会让这些人特别的猖狂。那就肯定要大叫啊，然后就是要希望旁边人可以帮助我这样子，比如说骂他，然后让大家引起注意，然后大家关注他。